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同时打着拍子来试唱这首三声部的新歌《环绕太阳》。好，好，我给大家一个速度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三、四。反复，三、四。好，就到这儿。为了锻炼大家这个视谱，我们拿这个作品来做个练习，就是我们把声部交换一下。那么大家刚才看的这个谱子，等于又不熟悉了，又换一个新的声部来看。请我们低声部来唱中声部，中声部来唱高声部，高声部的同学到底下去唱低声部的谱，来试一试。现在的声部就都不一样了啊。那么音域不太合适也没有关系，我们用小声的很小的声音就可以，是吧？试一试。这次呢，我们不反复，唱完这几小节直接往下来唱啊，慢一点。一、二，打着拍子。三，开始。好的，声音唱准。往下走。别着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，往下走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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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哒哒哒哒，把这个三连音的节奏感再找一找啊，就读节奏，预备，起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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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现在还有点哒哒哒哒，这就不太匀的这个第一个试了一下劲，然后最后我们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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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读一个一二三四，这一二三四是匀的，这个力量是匀的，试一试啊，前面是哒哒哒，后面我们读了个一二三四，预备，起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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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样的，再来一次，预备，起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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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这四个音符时间和强弱是完全一样的，啊，哒哒哒哒，大家用这种感觉，时间强弱完全一样，来把三连音再来练一下，哒哒哒哒，预备，起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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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就好多了，我们再来唱一遍，预备，二，哎，小声，大家注意五个母音，猫，咩，
你一个是一张嘴的一刹那，这个母音要到家，要到位，是吧？然后一直在这长音上，每个音这个长音都要饱满，中间不变。试一试。麦还开得不够，麦和咪开口音，进来再开得大一点，可以。好、哦。好、哦。用这个调再唱的时候，大家试试一口气能不能把它唱下来，多吸点气，吸。那个咪位置很高，妈还保持在这儿，不要咪妈咪，不要变，是吧？那咪的高位置把妈给带好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哎，咪妈咪咪妈咪咪妈咪妈咪，好一点。哎，咪妈咪咪妈咪咪妈咪妈咪咪妈咪妈咪，很连贯。不，咪妈咪前面是跳的。咪妈咪妈咪，现在咪妈还是好像还有的同学在一下一下使劲，让连贯起来。来，哎，咪妈咪咪妈咪咪妈咪妈咪，妈还保持这个位置。嗯，哎，咪妈咪咪妈咪咪妈咪妈咪，很轻。咪妈咪咪妈咪咪妈咪妈咪，再轻。那么这个练习后面呢，是有些音有点变化，是吧？这有两个音有变化，然后就变成了大调，就变成了小调。那么大家有感觉，在练这个练习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这个变化，然后努力的在唱的时候去找一种感情上的这种变化，然后自己把自己的感情放到里边，这样来试试，再来唱啊，换一个调，哎，来。变了，好多了。那么带这种感情，同时我们试试把这个对比做得很大，大调很开朗很明亮，声音也很饱满，那个小调非常的柔和很弱，尽量控制，练练练控制弱声，预备。Yeah.